李寿根请客，真的带 101一起去吃烤肉了，还有自家老婆和小孩，赞赞。101于上周六一日出演 JTBC 综艺节目《认识的哥哥》，当时成员们提及郑亨敦请过11位成员吃韩牛，开玩笑的表示以为寿根哥私下很热情，其实不然，让现场陷入笑海之中。李寿根则幽默回应，比起大红大紫的后辈，我更照顾那些在暗处困难的人们。李寿根还说，要请偶像组合吃饭很麻烦，要通过经纪人确认行程等等。但 101表示明天就可以，于是奇迹般的达成共识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李寿根再问，那我可以带6位认识的人吗？引发爆笑。其他哥哥还要 101小心，如果吃完烤肉李寿根要带他们去下一个行程，千万不要和他走。而昨日二日，李寿根的妻子在个人 SNS 公开与 101合照，并留言李寿根请客，与 101一起吃晚餐，吃到后来我去结账，觉得看他们吃就饱了，一口也吃不下去。终于知道为什么 101是 101， 姨母粉再加一，太乖巧了，紧紧抓住姨母的心。照片中可以看到 101在烤肉店里全员到齐，加上李寿根妻子及一位儿子，总共14个人。成员在节目上表示，他们上次一起聚餐吃牛肉，一口气花了300万韩元，实在太好奇这次是否缔造新纪录了。李寿根称赞你是履行约定，好好照顾后辈们的前辈哦。图片来源李寿根妻子 SNS 101，韩语 101 是依据 NET 节目 Produce 101第二季的出道承诺于2017年成立的韩国男子演唱团体，该节目是由 BOY 担任国民制作人代表，韩国国民担任制作人，以投票方式决定成员，成员包括尹智胜、何成云、黄明炫、雍胜佑、金在焕、江丹尼尔、朴智勋、朴佑镇、裴真应、李大辉、赖冠霖。2017年8月7日以 YMC 娱乐旗下艺人身份正式出道，进行为期一年半的限定活动，预计于2018年12月31日合约到期。团名包含国民制作人与11位成员成为一体的意义，其取自 Produce 101的101英文 101 之谐音。官方粉丝名 Winnable 韩语 Wonnieopio 是由 101 亲自选出，于2017年7月7日公开，意思是让我们一起将所有希望的都成真吧。打招呼方式是一边讲 All I wanna do 101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101，一边把手握成拳头轻捶左胸口，然后向前伸出手举起食指。